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一锅就是高汤，我们熬好的，它用的是牛跑下去熬的，大概是有三碗的量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素材都放进去。首先把刚才炒好的这个菜放进去，如果你用的是白开水下去煮汤，那个汤头的味道会比较淡，味道比较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也把豆腐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调味了哈。那我们的味道就是有酸酸辣辣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加一点乌醋，这不是白醋哦，是黑色的乌醋。那这个量就是看你汤的量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试试看这个量怎么样。那有醋呢，通常我们都会加一点点的糖，这样它味道会比较出来哈。那我现在加一点点糖。好，再来我们加盐巴。等一下再试吃一下，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这个是我们的味素，盖子盖起来，让它滚，让它滚。好，现在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盖子打开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其他的东西放进去哈，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个火腿丝，我们就可以放下去的，这个整个都放在上面。然后如果你吃辣椒，我们酸辣汤嘛，当然是有点辣，你就可以把辣椒放下去。然后把芹菜珠也放下去，接下去我们把太白粉，用太白粉勾芡哈。今天用的不是太白粉，是地瓜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酸辣汤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锅汤啊盛到这个碗里面。在这个碗里面呢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胡椒粉，让它的辣味更多。这胡椒粉看你的喜欢，你可以加多一点少一点，然后再加一点香油，这样更香。好，这就是一道酸辣汤。那我们今天酸辣汤就介绍到这里。